孙一航，哎，这个花是你的粉丝在 ENFN APP 里给你投票，然后使你获得了五月鲜花榜的 Top One， 是实物奖励。哦，好，谢谢。粉丝送的是吗？对。哦，投票投出来了。投票的是啊，谢谢。然后这花好像还挺好看的，然后。非常感谢你们给我这个投票，然后让我获得了这个鲜花榜的第一名，非常感谢。这个花我非常的喜欢，真的，因为它本来我也是很喜欢花的一个人嘛。谢谢，爱你们。